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罗文玉。哇 ，OK， 新的手势，新的开始。今天的来宾，哇塞，真的是真爱，哎，真的抚慰了我多少段的感情啊！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啰嗦，我们欢迎今天的江美琪，小美。哇，快乐！哇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大明星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在敲碗敲小美的专辑跟音乐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首江美琪啦，不能哈拉哦，哇，哪一首？不能哈拉，你一定要讲一首。我说真的，他那么多经典歌，哪一首吗？我说心爱的，你怎么说来就来哦，说来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大家唱，我说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多么感我对爱身边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真的要唱美琪的经典歌太多了，而且她的编曲每一次都简简单单，包括这一次的专辑里面《亲爱的世界》，哇，你要不要聊一聊这张专辑？有好多动物哎，对，这次为什么要以动物为主题？这是有依据的动物心理学，然后反映到每个人的内心的性格在、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么多动物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选的是大象，我觉得有点像对应我对家庭的，是因为大象是一个群居的动物、然后他们其实是对于家庭这件事情是向心力是非常够的。对，我立刻可以知道王宏恩是什么，哇，他根本就是一条狗。你狗很忠，你知道狗是什么吗？狗就是对朋友家人很忠心，无怨无悔付出、所以我们在骂人家狗男女的时候是讲人家忠心咯，这个还是不好听的、啊、另外一种，你就来唱一下这一首歌、这首好听的、这首歌是怎么唱、对，有个直接有歌词给你看啦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有你们的加入，感觉是更真的。帮我开去木栅动物园。对，我就感觉到那个浣熊就在那边吃那个尤加利树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熊猫在吃竹子。对对，哇，真的哇！我觉得红人的那个女人缘应该蛮好的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因为有一首歌，他走到人生的尽头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需要上帝的帮助。哦，你就哦，你是 Q 这个？我刚才在等对。我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你，得到的却只是孤独，得到的却只是孤独。你彻底伤害，掏空了心，还可以拿什么来弥补？我需要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我需要，我需要，真的又再次木栅动物园走。坐上这车我就不太想要下车了。我跟你讲，车上唱歌那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很棒哎，那个音场鼓的感觉。重点是，所以他今这次出新专辑，我知道你一个演唱会在 Legacy， 对不对？对，有两场哦。九月三十会在台北的 Legacy， 然后十月七号是在台中 Legacy。对，所以大家就是如果看到讯息，赶快去买票哦。听小美唱歌真的很享受，很舒服、很舒服，我也觉得唱好开心。我们往垦丁开走了，就差一杯红，差一杯红酒了啦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这边不能，不能开车，喝酒不能开车，但边开边喝也不行啦。因为你这张专辑里面用动物的一个概念，对，现在立刻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我给你一张纸，你把五种动物的特征画在一个动物身上。你说一只动物里面有五种动物的特性，那难哦，很难呢。跟大家复习一下。我专辑有出现大象，然后还有什么长颈鹿，长颈鹿，猫头鹰 ，OK， 蜻蜓，还有什么？很多，还有鸟，对对，吃红萝卜的，对，
兔子，对啊，兔子。这个画完之后，我自己要收藏，好不好？天啊！对，给女儿。大考验呢？大考验。小美真的会画哎，她会，一下笔就勾勒出一些精髓有了。知道，待会我们要拿下去给路人看，让人家还要把这个给路人看，猜得出三种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至少三种，对，你就可以过关。那过关可以干嘛？过关你就可以不用付手续。过关，然后我们会帮你送演唱会的门票。哎、哇！对，而且我们把这一张也小美签名送出去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们不是要一人一半吗？留念吗？确定要这一张？对，很有可能我们以后失散的时候用这个来相认。哇，不错不错。好哎、欸，就这样子。张张张张 ，OK， 这就是小美画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觉得老师美术超写实了，超写实、超现实主义的一种画风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光华商场见。好，是的，我们两位工具人呢又来到了光华商场，准备要修电脑。熟悉的地方，哎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一些买一些器材。但对，今天不是来修电脑，不是的，是要怎样呢？就是要把这张小美画的图，有五种动物的特征，我们随便随机抽样，看谁可以答得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位美丽的小姐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是罗玉，她是王坤，她是王夏。小美，小美，你最近要发片，对，你可以猜得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动物吗？有哈尼豆。哎、欸，中一个。蜻蜓。哦，蜻蜓！天哪、啊，我觉得哇，有。蜜蜂、蝴蝶、蜜蜂、欸、没有蝴蝶，一定有啦，一定有啦，就是有啦。蜻蜓中了，蜻蜓中了。蜻蜓有啊。你觉得这个比长颈鹿有吗？长颈鹿有，长颈鹿有。中两个，三个了耶！哎、欸，已经中了，好，把它尽量猜完。乳牛哇，确实啊，这个画斑点就是会让人家觉得。反正我觉得是就是啊。哎、欸，没错，真的，何必要受限呢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它也像蜜蜂啊，我不晓得、欸。我们的错。天啊，我何必要受限人家？一定要开，一定要开演唱会，一定要开，就是那一天啦、啊。哇，真的是粉丝啊，真的就是那一天。今天实在是太感动了，嗯，真的，演唱会今天已经有个非常好的开场了。好，小美，请出题。就是啊，我们今天在车上，我唱了几首歌，然后就是歌名把它写下来，好了。9月30号，好不好？在 Legacy， 我们就送出两张小美的演唱会的票，抽一个人，一人抽得奖，两人同游。所以姐姐，你有机会。那怎么样呢？在我们的影片下方。留言公开分享这个影片，就可以抽到，有机会抽到这个套票。网罗大明星，成功！